龙少，有机会一块吃个饭。龙少，龙少，龙少，大少，老大，知道好不好？打扰了各位，我今天来就有一件事情，我要与龙海一公平竞争校董会资格。 我等这一天可是等了很久啊！你不是想要公平竞争吗？好，那我们就用实力告诉大家，谁才是真正的龙氏继承人。嗯，校董会的席位只有一个名额，只能留给最优秀的青年才俊，而且进入校董的条件。 你们叶校长制定了一套严苛的筛选方案。嗯，爷爷，爸，我没问题。放心吧，爷爷。嗯。你们俩要争取校董会的一席之地。 必须得通过校董会的重重考核，你们有这个觉悟吗？目前我们学校正在争取 ACC 高校联盟的资质，从现在起，率先通过他们设置的 ACC 资格考试的人，才能进入校董会，听懂了吗？是，明白。 郭总好，郭总好，郭总好，将龙氏这两天的财务报表和所有管理层的信息收集完送到我办公室。是郭总。郭总，校董会近日最大的新闻就是龙家兄弟争夺校董会的资格赛，这是他们的资料。好，你先出去吧。好的。 双龙争雄，这下子可以好戏看了。洋洋，你怎么还没睡啊？我来给你加油啊！加油！海哥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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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！打倒龙日一！海哥哥，加油！哈哈，海哥哥知道了，咱们是不是可以去睡觉了？ 那好吧，那我先睡了，你加油啊！好，晚安。晚安，加油哦！加油！好。龙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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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身子看平吧。龙少，有机会一块吃个饭。 老大，知道好不好？老大，晚上有时间我们一起。你们怎么来了？你安心听课，我和悠悠在后面帮你记笔记。大嫂说了，一切都为了老大的考试服务。你们啊，别捣乱就行。同学们都安静了啊，开始上课。 我们今天上课的主要内容啊，普通大会、董事会、监事会以及独立的董事制度，大家都是现在的社会精英嘛，都工作于管理层，所以呢，我们的上市公司第一要务就是做好公司的管理工作。这培训课还怎么上啊？是。 被一堆小纸条骚扰，怎么上嘛？所以把你们叫过来商量嘛，想办法。办法嘛，哎，大嫂呢？要不我们去找她？哎，好啊好啊，回来。坐下。今天这事不解决，谁也别想走。老师，里面请。哎，这不是培训课的老师吗？大嫂，怎么回事啊？ 我把老师请过来了，一对一的授课。哎，太好了，再也不用被小纸条骚扰了。既然大家都在，
我们开始吧。老师，这次的考核事关重大，请您一定要帮帮我们的老大。老师，有什么要求尽管提，我会帮助您的。老师，拜托您了。江江，海哥哥，这是我亲手给你炖的滋补汤，你尝尝。嗯，好。这么辛苦。嗯，味道还不错。海哥哥，你要是喜欢，我以后每天都炖给你喝。嗯。嗯。不给你喝了。怎么了？我炖汤是怕你复习起来太辛苦，可你哪有在为考核做准备啊？哼，再也不管你了。哎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们要好好学习，两两一组，相互监督检查，谁都不许偷懒。谁要是偷懒，我可是会验收学习成果的。嗯，要是谁拖后腿，就有他好看。三，我们接下来干什么？当然是学习了，我们要以身作则嘛。你这个优点，我以前怎么没有发现啊？哎，还好你没有怎么发现，不然我害怕你会爱上我。哎，坐坐。